Nike， 在亚马逊或者在网站上面卖的比实体通路还要更高，决定大砍这个零售商30000家，砍到只剩下40间，股价反而低档反弹。维露西亚加入了鲜食的部分，在2016年已经超越松本清，年营业额可以达到300亿的台币。仪隆生技专门在做糖果，2012年要进军国际，所以呢，立刻成立了国际部，马上招募员工，总共有一个人3年里面拿到了43个国家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